惊，你做住则有其屋的。十八岁以上查甫查某，拢分配予你一间厝。结婚以后，厝会当变较大间，两个人住。啊，大家会问呢，敢有可能？各位，我甲你保证，那我林某某伫咧啦吼，无叫暗杀去吼，我即个证据。一定要做到，要做到到有啥物基本的因素，就是交通。你若交通拢非常的方便，像高铁安尼，我要去高雄，点半钟就到。啊，你住伫都市，含你住伫庄脚的所在，同款拢同款，交通一样啊。所以交通一定要非常方便。啊，当然啦吼，详细的细则，咱一个在将迄个研讨，要安怎来用？就是讲，这个十八岁以上的厝是要偌大间？这当然啦吼，啊，过一个内底的问题要解决的，什么解决？你是讲咱即马有两百间厝？土是嘛，知影两百间厝，租人，迄是绝对是差地皮。一间厝两百万地包啊，啊一平是两百万，你敢看了？你敢挡会掉吗？他不讲哦，我讲。我最近嘛有去写一篇文章，叫做《钓对马岛》。这个岛就是离日本甲韩国的中啊，但是离开韩国较近，它四十几公里。韩国人大量移民去对马岛，啊，对马离开日本这块岛136公里，所以韩国人拢去迄个所在啊买厝，所以到有哪想讲占领未使移转租房。我感觉，若买厝在咱一砖出管，一个岛尔，土地给你买了了，安尼主管会改变吗？会哦，会改变哦。我反对会听你讲，系啊，系哦，现在所在无大，你即马马英九人开放给中国人入去，即摆，给你买厝。朋友会无去呢？台湾会无去无？台湾是地啦，你免烦恼台湾的问题。而且，林政府若接盘，土地政策一定改变。我会当甲各位保证，那我迄个时阵还阁伫咧啦，我一定要坚持土地政策爱改变。你中国人要来买厝，会使哩，但是土地权未当交付。有迄个豪宅就好嘛。豪宅土地分做两种，你咪知无？一种叫做 lease， 租的，租五十栋，租几十栋。一种叫做 fee simple， 有所有权，专豪宅 fee simple 的土地3%，因为豪宅本来是五个原住民的。做控制了着90%的土地，美国政府为着我爱予兴起来做土地，予你遮西迄个为东方来遮人买了了，伊定一个叫做非新埔甲 lease， 定一个土地政策。咱后摆民政府啊，唔通予这贫富啊遮尔啊悬殊的。你想看卖啊？日本人做事的人做一季，一季啊，一季，歹势我台语无啊，无啦，做一季也当生活。
台湾人做啥鬼？领先我，啊，无就是出题。到有人认真去啊研研究过，无啊？即农民、工人、渔民，渔民甲天主一样，我爱抓伊啊，我免抓伊啊，我船仔开出去。刀啊，还是用买啊？买，我转来台湾给你买啊。啊，那长久以来，台湾人会飘去，甚至台湾这个民族会无去。坦白讲啊，台湾爱飘去的所在非常的多。啊，我刚甲各位讲哦，差不多两礼拜前。美国国家安全会议，啊，讲一个消息，特别讲我真震惊。我讲恁听看啊，发生来真着啥？美国甲恁讲，即、這个无偌久，战争，啊，美国有咧准备啊。你知影太平洋，现准时有几只航空母舰？五只，从来毋捌遮一只。美国现准时伫三个基地：菲律宾、迄、那个核子攻击潜艇三只。较拄啊，咱台中的第一甲我讲，美国国防部发布讲，不止遮一只。攻击型的潜艇，可以夏威夷。我甲看起来吼，是你准备的。Okinawa 十二，应该是突破嘛。十二迄一天啊 ，F-22 入去四只，拢总要入去十五只。青团港三只已经入了。伊伫报底啥？所以这个战争真有可能开始，是含啥？北韩，但是中国会动手无？我估计唔敢，啊，上好伊动手，台湾的代志较紧解决。所以美国你着急，所以美国你伫要求，你民进会训练来较紧呢？咱已经真紧啊！咱嘛要发护照，要发身份证啊！以前我去选举的时阵，2006年高雄选市长，咱就发护照、发身份证。迄个时阵是还袂过美国的。以前我是讲我安尼就对的，战争发作安尼就对啊！民政府爱成立啊，啊发护照、发身份证啊，啊就甲发落啊！啊所以咱秘书。革命啊！甲周主席两个勇敢去甲拼迄个关岛，去甲拼好太平。但这边变化就无同款，这边是咱过了后，美国叫咱去成立民政府，咱正式申请。就这边也要发身份证，甲这个护照顶关哦 ，IC 版 ，IC 版你唔能知哦。即马上新的护照顶关有 IC， 中华民国有无？还阁无吗？用新的有吗？不是条码，是 IC 版晶片。护照有啊，上新的我唔知影啦吼，因为我都无中华民国护照，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所以歹势我无护照，所以。对啦，还有法，无法的。我自己申请。啊，自己申请，所以咱若要发护照，顶款我甲你保证吼，有 IC 版。啊，这证明咱要叫美国替咱做。啊，你感觉讲咱若来发这个护照，要发1000万份，有法度无？你认为讲有法度来请你加收无？啊若无法度，你若感觉无法度来请你加收，有啊？
有啊，干那即几个四五个，我感觉无法度。中华民国护照即摆发几份？300万，那300万份啊。但是若发身份证，发1000万份，你感觉有可能？即落可能。啊，但是若要发咧身份故意，咱即个干部拢爱拍，叫人专机实证。我甲各位讲，这是干呐？咱台北伊新闻我就讲，美国敢讲，你若我多发1000万份，诶，身份证，大大细细啦，红影嘛无要紧，1000万份。美国用政权交给民间政府，这代志我嘛想足久。无啦，安静的是台湾原住民啦。不，这个人本土啦，本土台湾人和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就是往台湾，迄嘛无要紧，迄我来发落去。但是敢摕咱民政府的身份证，然后超过1000万，比如讲我政权。我跟你讲，你等，卖紧张。咱的公民权益法案，明仔载咱的阿官，伊就跟大家上，伊大家讲个足清楚。你住伫台湾，虽然伊毋是本土台湾人，但是伊嘛是住伫台湾的人。你叫人讲，你甲看出，无可能啊！所以，即摆开始就来啊！咱即摆即个研究行业，你讲的这代志，开始有人会怀疑。你的思想一定要将以前的读的思想开始抛开，重新灌新的水来滴。咱问一个问题：现主持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的人，叫做台湾人，你讲对不对？我们嘛对。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，拢叫做啊，我讲讲来讲来较深的吼，有户籍的人，拢叫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拢嘛对。但是台湾人分到两种啊，一种是本土台湾人，另外一种是。逃难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，但是遐人，伊住伫台湾，拿着伊的户籍，伊嘛是台湾人，伊袂得讲好念呢，叫问题过来。所以我甲你讲，甲阿元，在教育小组，在国务小组啊，讨论20点钟以上问题就是这个所在。坦白讲嘛，头一摆咱所写的文啊，送给美国，叫拍倒转来。伊讲，啊，恁所写迄个原则，若讲所有住伫台湾的人会当就地合法变作本土台湾人，我甲你请问。流亡中国，诶，流亡在台湾的这中国人会当就地合法，这政府会当就地合法无？讲一摆。流亡在台湾的流亡政府会当就地合法无？哪阵讲流亡的中国人会当就地合法变作台湾人？太未使哩。本土台湾跟本籍台湾人，别讲本籍，本土台湾人跟另外一种中国人啊。我讲一摆，你听清楚。来，我无同款。这个法律的问题哦，法律的思考无同款。你听，我讲一摆吼。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
那在咱的法案内底，马上会当就地合法，变作本土台湾人。这若成立，爱搞清楚。流亡的中华民国，是安那？袂使就地合法，变作你台湾民政府。对，那照咱本来一套的逻辑，安尼是无问题。了后，我行一个，我甲阿外，我行一条。闽南人的思考，闽南个心啊，所以咱就要去修改。修改到出什么卖物件？台湾这块土地以外的人，咱甲分做两种，一种叫做居民、居民啊。我伫台湾即阵看到居民的身份证，搁另外一种叫做公民身份证。啊，若公民身份证会当马上签，我讲，各位，四十六条的法案讨论才一个月，来回才十几摆，十个人讨论。公民的定义。出世的囡仔就是公民，但是伊无投票权。投票权是爱管十八岁。我来讲，现即嘛是讲照咱的法律咯，照咱的法律。你，我简单讲句啦吼，伊就用日本人分用住民甲日本公民的做法来讲就会使。日本人是做啥？日本人有分用住民啊，甲迄个日本国民啊。这两种事情，咱就来讲。有有啦，有。你讲这个无对。你即摆讲的这吼，这是法律上的名词的问题啦。咱即摆迄个法案已经定好啊。即几天，大家讲要求吼，大家人讲，你若有意见，拢爱书面。书面了，经过咱的迄个审查小组十个人的小组一个月讨论。因为咱即摆咧赶时间，2月5号一定要公布。是吧？先讲到这个护照，啊，这个公民权，一个州内底免啊运作的代志。过来就是要讲到2月7日甲初八，参议院要来甲台湾要甲咱讲啥？伊要同咱讲的主要的原因有两点。第一点，伊讲日本过去对台湾的地位都搞错了，伊拢意思就是讲已经放弃台湾啊，伊无想着讲原来迄个放弃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，毋是讲归乡甲地点，是讲摕着权利的主权的权利命令。这嘛真注意呢，特别讲四五年前，咱去研究旧金山和平条约时吼，那不是讲一字一字去研究啊，到今日为止，大家拢戆戆。所有的法律学，你从你个地方，你若有书理办，你甲问，你到阮读就是咱和平条约。你若甲问讲啊，台湾的地位吼，爱用什么法，对一个条约来决定，大部分拢来讲。蔡若萱言对不对？你听清楚，蔡若萱是对的。啊，无签字哪有讲对？外国人的习惯，你若去带你外国，你就知。我伫美国嘛拍过官司，我一个条件甲你讲了，无写哦，握手，你甲我握手，我 OK。就是讲这个条件，安尼，安尼有效无？有效。开罗宣言对啦，但是开罗宣言落尾啊，变掉的主要的原因是着，你听好清楚哦。1950年6月25日，韩战爆发以后，中国的军队入去南韩，伊讲啊。你中国违约，因为
在开国宣言迄个时阵，蒋介石有讲，讲伊中国袂侵略其他的国家，所以美国是用反战爆发中国的军队入去南韩，安尼伊甲定义讲中国撕毁条约，真真正正从开罗宣言提出的原因是一个，因为秘密档案内底写得非常清楚，说得起1950年6月25日。6月27日，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，第七舰队防范那里以台湾海峡巡逻。然后我去访问日本的首相，和日本的首相达成协议以后，发现讲台湾无必要交予中华民国。所以中华民国在1946年1月12日宣布讲，台湾人的国籍当中集体变作中华民国。伊的理由是啥？因为中华民国当时有甲伊东京的代表占领日本的代表讲，甲各国通知，阮是为着以后台湾兴旺的中华民国的时阵。管理上的管理方便，我讲的这些东西秘密档案来的写得清清楚楚的解答了。所以在这里面咱就当来了解说台湾应该怎么办要怎么办咱的副班盖，我还要过几分钟，三分钟，两分钟。好的。我见到我后边还过有啦，变难做。我若讲无完，我拿来后边讲。所以台湾这样子啊，实在是你想看啊，好复杂，真正非常的复杂啦。啊，你若真正吼，干那读一注注啊吼，你我都解释。真正你爱从车个拢总读，啊，政治我甲读，万国公嘛甲读，啊，你只要我都甲总结结论出来，结论以后爱阁到美国谈判。所以咱以后只个州长，咱个内阁要建立甲美国人直接联络的管道。哎，坦白，袂当叫，干人要叫我叫何瑞，阮两个人会敢历史，不可能啊！大家爱分摊呐，上头的，阮拄仔头前做，后壁大家人爱来接啊。这是啥物？咱要开这个演习会，予咱逐个人的头脑吼，会愈来愈清楚。本来是，若时间会用吼，本来有一本上新的册，要交予各位的，但是歹势。哎，这一礼拜后，这本才会出来，这叫做《新台湾论》，650页。啊，你会讲，哇，650页要读到当时，但其中的40页真好读，是漫画，日本人画。但是，这个漫画画了，听讲你认为足袂爽的，因为伊内底甲讲哦，原来李登辉先生唔是台湾总统。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我是总开始，后壁你认为，请我去我拢不敢去，我惊吼，去了伊甲我讲吼，林姐，叫迄个啊做下一个吼，改改，我无啊，我咧讲数学，我来来叫伊改，啊，那伊把家位上上面，虽然完全无啥钱吼。太有钱了，这无人办，真用心。啊，这边听讲吼，伊要含迄个参议院代表要做起来，迄人就是小林做什么啊？迄个顶下替李登辉画迄个
啊，小林善记啦，哎，迄个李金辉吼，卖迄个啦，时间到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首歌就是你，这个后边大概听到，当然感觉真心酸。就是苏明先生伊讲的讲，为着台湾建国，台湾的希望，咱就爱打拼。每一个暗时，若听到这段诗歌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心会真酸，因为伊讲咱从400年来，台湾人就是一直奉天。不再提，啊，不一直提，啊，是安怎讲？因为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有人甲我讲，讲我这个手是歹手。我甲问讲是安怎？伊讲，人啊写字拢嘛用正手，无人要用倒手。啊，足奇怪，我干那我用倒手写字，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，拢一直甲纠正，不再纠正。老师嘛，一直安尼甲纠正，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思想，我感觉讲，这就是天生赋予予我的，是安怎要去改变？啊，无咱大家哪无爱用卡去写看卖来？所以伫到这个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咱的大人一直甲咱骗，一直看着讲，咱的真理。拢总是对着砖头内底，伊若讲安怎，哦，这个就是真理。但是伊毋知伊错误真济，亲像讲咱的补习，我发现着讲咱台湾的社会的囡仔，已经70%拢总在补习。但是你敢问讲，你补了你要创啥？伊讲我毋知，这是真可怕的代志吼。所以，我会想到古早真侪代志，就是咱当咧哄骗的时阵，咱是安无迄个思考的能力去甲反驳。所以我伫囡仔时阵，互老师足讨厌。伊常常讲，我问的问题拢总是真奇怪，亲像有一届，我的老师咧讲教一课叫做诚实。老实，啊！因为迄届我嘛唔知是犯着啥物代志，我嘛唔知影。我站起来，站我伫个头前，伊甲我讲：“郑同学，你看人华盛顿，像你这么大的年纪，就这么诚实，长大不得了。”结果我甲讲：“老师，啊，华盛顿像你这个年纪的时阵，你咧创啥？”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摕华盛顿跟我比，啊，你哪有爱跟华盛顿比看卖啊？所以人，我讲老师，人伊像你这年岁，人咧做总统，啊，你再做老师，所以你嘛输人足多呢。哇，啊，伫这个时阵，甲人讲讲好吼。所以伫这个代志内底，会当发觉地方，咱的老师当中，你甲人压制，无爱咱问问题。亲像我读到高中，嘛发觉到讲，
老师拢甲咱教讲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哇！我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啊！一直背，一直背，一直背。结果我讲甲老师讲，老师，你讲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但是我狠狠较济切背吼，敢若 playboy 有尔，其他拢无。我老师嘛足生气个，讲啊你谁奈拢会去想你遐去？我讲，终于我问清楚，因为在咱台湾的社会，是安怎会枵好？毋是无美娘，是安怎咱的人的嘴干，并毋是无水通啉，是因为咱拢无一个真理。意思甲讲，咱真济问题无法度来甲咱解决，所以等到这个时阵，我开始一直想讲，咱要安怎来做一个会当，予咱百姓会当有稳定的政府。咱来看讲，咱的政府的这种欺骗的制度之下，致使了咱的学校教育出问题。咱学校记得去读册，到底是要读啥？因为咱的标语内底拢写着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我拄开始嘛接受这个观念，是讲哇，册一直甲读，一直甲读，一直甲读，读到落尾时阵，我发觉心内迄个空虚。但是去到美国才看见讲，美国的一标语是啥？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所以一个讲爱读册才有路用，一个是讲你生来就有路用，因为咱去用骗去，咱骗讲你读册就好。但是读到落尾，毋知要对创啥物货，咱拢一直无了解，啊，一直补习，一直补习，补到落尾，嘛毋知要创啥。所以伫到遮，即、這个有看到即个法律建国会的时阵，啊，敢若亲像我一生中间足侪疑问，足侪答案，因为即个真理才发现着讲，哇，原来咱台湾是遮尔啊好。啊，遮尔啊清楚的地位，是安怎咱互骗？五六十冬拢总毋知影。哦，一直看伫遮个问题时阵，发觉着讲，哇哈，实在真好。因为咱下一个疑问，是安怎咱选举，我嘛去探访真济投票的人讲，是安怎你呐，即个政府遮尔啊歹，啊你呐要阁甲投一票互伊，伊甲你讲讲。因为阿介，我若出代志吼，我会当来找伊。啊，大家拢有这种惊吓，是讲我选举是为着我日后若出代志，我会当来拜托有啥物人。所以伫遮思考了后，我感觉咱的政府爱做着会当予百姓依靠的政府，毋是用一个理论，用一个真济论述，实在你爱予百姓真平安，会当来信任着你。所以政府的形象，我甲归纳着拢总有四种。第一种，咱的政府的形象就是爱有亲像狮共款。这个狮就是代表你爱有权力。当你的百姓咧甲你乱的时阵，你爱亲像狮迄种权力爱展现出来，亲像国王有国王的权力。当你像狮甲派落去，人家会当煞死。所以，咱看到咱即马目前的政府，亲像你若较乱，摇把叉，伊就甲伊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就做安尼就好。啊，你若搁较乱，搁较乱，伊嘛甲伊讲哦，好好，啊，你逐项拢好的时阵，咱失去一个真要紧，咱无精力，咱真侪代志无早去做。后来，你若讲咱拥有西的身份的时阵，西的形象，安尼阁无够，因为安尼变独裁。我希望咱建立的政府，嘛爱有牛的身份。牛的形象就是要替人民做劳模，有人民啥物款真济无拄好的代志，拢总会当予咱来甲伊帮衬。亲像有真济咱台湾百姓。看到有当时也真感慨，是安怎咱的法律，逐概判着的人拢总是好人，
啊，歹人拢伫街，拢会当伫街路安尼行来行去，拢无要紧。所以，伫中国社会内底，拢会流传一句话讲：，那咱的法律千万条，不如黄金一条。这是已经甲咱讲明明吼，明明白白，甲咱讲出讲，反正你若要来教讲法律的时阵，你就是不如黄金一条。我讲的话就是真理，所以咱的法官一定无公正。咱的政府一定要做到会当让百姓去挖苦讲，你只要有任何的问题，阮义务来甲你斗三工，帮助你度过这个惊吓。不来，咱虽然政府成立了后，有西的形象，有的形象，还佫一个较要紧，爱有老鹰的形象。因为你若老鹰形象是代表着智慧，你爱飞去倒位，你爱知影。你爱愈飞愈高，你会当看到讲，我要把我的人民、我的百姓带到啥物所在。这是咱即马目前，咱对着咱这个政府实在是真冤枉。因为伊家叫咱去读册，去读册，所以拢无甲咱讲着讲，咱会当为着国家做啥物。所以，在我读到高中的时阵，我捌甲问老师讲，常常老师拢甲咱讲一句讲，啊，各位同学，你们要有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精神。老师讲一届，我也相信；讲二届，我嘛相信；讲第三届的时阵，我感觉有一点啊挡袂牢。我讲老师，因为迄时阵我是参加反共研究小组，伊家一直叫我讲，恁爱有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的精神。我甲个老师讲，老师，阮遮侪小我拢一直牺牲吼，但是咱的大我拢甲大无看。所以咱要当时反共大陆已经讨论四十几年啊，安那拢无结果，啊无咱是当时要开始，伊嘛甲我讲一下。哇，伊听着安尼时阵，甲我讲。将台湾人问安尼呢？结果我佫甲讲，老师，我佫一个问题甲你请教，你安会当做着农民？哦，我一生拼是着要做农民。伊讲你啥物有这个想法？我讲因为农民吼，永远还袂使，吼安尼做这么好的方面奇怪，因真唔知安那做着，我实在想无。等我一直甲请教，一直请教。我伫二中的时阵，老师专甲我讲。啊！你这笑我歪惨，吼、哦！所以有真侪这个情形时阵，我感觉咱的政府爱有迄个智慧，亲像因同款，你背官的时阵，你爱把你的百姓、你的民众，会当带去较悬的领域，互伊当去了解讲，恁的眼光爱看伫国际，不是干看伫这个咱小小的苦所在。因为你若无甲带去看伫国际观的时阵，咱永远就是伫遮看国事。不来真要紧，咱嘛爱有人的形象，因为安尼才会当甲人接近。伫咱百姓拢有一个观感觉，做官甲人民是两个无共立场，所以这是真错误。我感觉做官是做官，做百姓嘛是百姓。两种拢总爱同齐存在，咱一定爱知影讲百姓伊的需要是啥物货，但是百姓嘛爱人民嘛爱知影讲咱的政府是爱用啥物来甲支持，毋是两个单单对立袂了。所以咱有当时啊看到咱街路的警察，敢若大家甲警察拢总是对立，无甲警察合作拢总是对立，但是。是因为咱无真理徛在，所以伫遮来讲，我分享着讲，毋盲咱后边，咱若做入政府，民政府起来，是会当超越美国的制度，比美国搁较好，因为咱的人民是真优秀，咱的台湾嘛是真好，我常常看伫咱的学英语的这个过程。我感觉，伫我要出国去伫美国的时阵，听我讲，哇，咱是
大学生，敢若真牛，这嘛是予咱造成一个真骄傲，但是这是错误。会感觉讲，咱的牛定是要建立伫彰显家己。因为我去到外国，才知讲哦，咱的英语拢袂通。因为我去甲讲，我要买一个披萨，伊甲我问足济问题，我讲奇怪。迄英语我若伊咧讲啥我拢听无，我拢在甲讲 no。伊讲佫甲问你要啥物物件，我讲 no。人拢甲讲 no， 差不多十外遍了后，伊怎苦咧笑，我嘛感觉讲你是咧笑啥？伊摕予我时阵怎一块皮，拢无物件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伫咱台湾的教育出了真大的问题，因为你英语考遮好。但是咱拢无迄个国际观，嘛无法度去甲人去沟通交谈，所以这是真侪失败。哦，所以伫咱台湾咧教育下一代时阵，刚才你是讲，哦，你着分数考啊真悬，大家拢卖管，大家甲考啊上好上好。但是考试并无代表你的生活一切拢总是满分，哦，无一定代表拢真好。所以我毋忙伫遮甲大家做一个简单个。分享就是讲，咱若要成做一个民政府成立了后，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就是爱去听咱的百姓，爱去听咱的人民。咱爱亲像老爸心同款去甲疼惜，啊，嘛爱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会当知影讲，咱这个政府是甲百姓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台湾，所以咱打拼到今日吼。实在是剩一步就到位啊！请大家有当不再团结，不再用心。好，以上分享，谢谢。